Dance King， 然后吴海特别棒，徐大兰也是。哦，谢谢。我之前一直说力丸一直的 Best Dancer in the World。Best。Santa is the best dancer in the another world。现在吴海跟徐少兰 best dancer in the another world。Oh my god, you English enemy！ 你们太强了，你们认得我真的非常好，很棒。而且这也是创造营四届以来第一支的原创编舞组。所以真的很厉害，而且他们的棒都完全不用我们多说。我特别为吴海开心，就是他终于在一个他自己很舒适的可以展现自己的地方去发光，我觉得都很棒，所以很棒很棒，棒棒棒棒棒！谢谢老师，谢谢。吴海，你太吓人了！就你真的不差赞多和力丸，你太帅了。谢谢。哎呦我的妈呀，太好了！就是那个任映鹏，哎呦我的天，你简直就是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真的你特别优秀，在这么强的一个组里面，你太棒了。你就任映鹏是什么情况啊？在那么难的组，他居然挺过来了，而且他不是混过去的。我觉得永远一无止境这件事情，我跟这帮小孩今天学到了，真的无限可能。我今天看到鹏鹏我就很感动，我记得有一天我们聊天的时候，我问你，我说你想清楚没有，真的要做男团吗？他跟我说我想清楚了，我一定要做到，我也一定会做到。我觉得特别感谢赞多和力丸，他们做到了让自己舞蹈在一个水平的同时，然后去帮助身边的人，让他们也到这个水平来。我觉得来创造营就应该互帮互助嘛，所以特别谢谢你们俩。好，谢谢谢谢谢谢。撑腰结果已经出来了，谁能成为队内的撑腰王呢？我觉得战斗会儿力丸，吴海，我感觉应该是任映鹏，我应该是三头力丸，力丸，恭喜。赞多，哦，哦，原创的 rap 和原创的舞蹈，顶峰之战，究竟谁站得更高呢？不是，别走，别走，多待一会儿。来吧，反正我们创作课已经输了，你们就让我再次加油。本轮产生的最佳表演队伍就是。rap 输赢了，我觉得有可能，也不一定。我觉得他们很难。Joker， 我觉得 Joker 的编舞非常非常精彩，既有小巧思，又有赞多的一个极限的一些大招，真的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就有点危险，我有点紧张。最佳表演队伍就是，恭喜封顶。手擂成功，坐稳了最佳表演席。哦，哎，可以啊！你们是第一，你们是第一，你们是第一，哇，你们是第一 ！No No No， 要跳过。今天我第一次 first time to lose the competition， yeah， so I'm so sad， and then that group was AK group， so yeah， 所以呢 next time， yeah， next time， 下一个 yeah， yeah， 我会胜利啊，我们会胜利，胜利 victory。